Hello， 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到本期的谢星月塔罗占卜。那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占卜题目呢，是我们要来看一下你心里想着的对方，当他想起你时，会是怎样的一种心情。那今天的占卜啊，其实我们也是会看第一个，就是说对方他想起你的时候，他会是怎样的心情。然后呢，我们也会来看哦，当他想起你的时候，他内心想对你说的那些内心话，那这些话呢，是他自己要跟自己的一个对话，或者是他心里想对你说但从来未曾对你说过，你也从来不曾听到的一些话。好，那今天的占卜呢，跟往期一样啊，我也是提前的收集了一下你们的能量信息，把它们呢分别放在了你面前的这三组牌卡里。我们从左往右呢，依次是第一组、第二组，然后是第三组啊。现在呢，我会近距离的给大家啊感受一下每一组牌卡所带来的信息内容。那第一组。第一组呢是我们说的彗星风蓝啊，彗星风蓝，那它的就是比较有名的一个名字呢，就是说叫达尔文兰花啊，达尔文兰花。据说这个花它的花距非常的长，所以也会有这种彗星风蓝的名字哦。这个彗星风蓝的能量信息是否能够让你想到对方呢？好，第一组哦。再来就是我们的第二组了。第二组呢，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月见草啊，月见草，它是在夜晚开花，白天凋零哦。月见草，那月见草呢是一个非常有健康功效的花。我们常知道的就是，比方说月见草精油啦，月见草胶囊啦，这个就是月见草这个植物啊。大家感觉一下，当你看到这个月见草的时候，是否能够使你想起你心里想的那个他呢？好，第二组月见草。再来呢，就是我们的第三组了。第三组这里呢，就是我们所说的波特酒木兰啊，木本植物。据说这个波特酒木兰啊，它的香味啊非常非常的浓，我们所谓的十里飘香讲的就是它了。而且呢，这个波特酒木兰啊，它的起源是在我们的中国啊，是非常传统的一个中国的本土的植物啊，木本植物。它的花非常的香啊，非常的香。那国外呢也有一种波特酒嘛，也是很有名的。但是不知道是因为波特酒有名是因为这个木兰花的香气，还是说这个木兰花因为很香，然后呢西方人就给这个木兰花命名为他们很喜欢的波特酒木兰了哦。好，这是第三组。大家感觉一下这个波特酒木兰这个花的形象是否能够让你想起你心里想着的那个人呢？好，第三组。那为了方便大家的选牌呢，这里啊，让我们一起做一个简单的冥想啊，让我们放松心情，静下心来，然后深呼吸一口气，闭上你们的眼睛，我们来一起连接一下宇宙的能量，然后我们来问宇宙，宇宙，请你告诉我，当他想起我时，他到底是怎样的心情？他有什么内心话是想对我说，但是又从未说出口的，请你告诉我好吗？感恩宇宙。好，我们再深呼吸一口气，睁开你们的眼睛，看向你面前的这三组牌卡，用你们的第一直觉去感受哪一组牌卡的信息和能量是在召唤着你。那由于我们这里是大众占卜哦，
如果你觉得实在是有两组牌卡的能量和信息都同时的非常吸引你的话呢，你可以点开两组都看，因为在两组牌卡信息里，你都有可能找到和自己有对应的信息内容。那好，如果你已经选择好了属于你的牌组，我们就来揭晓对方想起你时他到底是如何的心情。我们待会儿见。Hello， 大家好，那欢迎选择到第一组牌的朋友。你们选择呢是这个我们所说的达尔文兰花彗星风蓝，这里给的关键词呢是机会机会。好，我们先把这张牌卡放在一边。我们今天呢给大家选用的是这个缪斯塔罗牌。我们来用这一组塔罗牌来看一下对方想起你时他到底是怎样的心情啊，我们来看一下。好，OK， 好，宇宙，请你告诉我，选择到第一组牌的朋友啊，当他想起你的时候，他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心情？我们来抽几张塔罗牌，先来看一下啊。好的，宇宙，请你告诉我，选择到第一组牌的朋友啊，当他们心里想着的这个人想起他们的时候啊，他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心情？请你告诉我好吗？感恩宇宙。好，我们这边牌卡已经出来了。我们的这一张是我们的 Hang Muse， 我们的倒吊缪斯啊，倒吊缪斯。第二张是这样飞出来的，这一张是太阳牌的逆位啊，太阳牌的逆位。这里啊，我听到信息，选择到第一组牌的朋友啊，首先第一个这个倒吊缪斯啊，缪斯啊，sorry， 倒吊的这个缪斯，对应我们传统塔罗牌里面的倒吊人。当他想起你的时候，很多时候啊，他的心里是非常堵的啊，我觉得他内心是那种很堵的感觉，因为这里我听到的信息是，可能你们之前的关系啊，有经历过一些阻碍。或者是正在经历着阻碍，这些阻碍信息呢，导致了你们的关系没有办法顺畅的往前发展，或者是说顺畅的往你们期待，或者是他所期待的方向去发展。而这个人呢，我感觉到啊，他在那个时刻吧，当他想起你的那个时刻，我感觉到他并没有想到，或者是想出可以解决你们关系问题或者是阻碍的方法，所以他的内心有一种很堵得慌的感觉啊，倒吊牌的逆位，而且他心里很难受，他非常想要去释怀，非常想要去找到解决办法啊。他其实是一边很堵，再一个呢，他非常希望自己能够通过某种方式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但是他却在他想起你的时候，我感觉到那个时刻他并未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他有一种把自己好像是，有点像是，有一些朋友啊，他有点想去，他想起你的时候，可能有一种想要去，有点自虐的感觉啊。我这里听到是，他可能有一点点想去通过对自己坏啊，我们这里通过对自己坏的一种方式来救赎，或者是得到一股，弥补吧。我感觉到这个人他有一点点想去虐待自己啊。这个虐待自己有可能，比方说沉浸在酒里面，或者是说伤害自己，对自己更狠了，对自己更凶了。比方说已经很累了，但是就是不让自己停歇下来，让自己死劲的拼命的工作，或者是说喝很多酒啊，或者是说用一些他可能不太喜欢的方式，
有点像是折磨自己的感觉啊。嗯，好，好，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啊，第二个，第二个呢是我们的太阳牌的逆位。当他想起你的时候啊，这个人的心里其实也是有一点点，怎么说呢，像是一种两面性吧。首先，他想起你的时候，我们刚才说过他很堵。这一张太阳牌，我感觉到的是什么呢？他真的好想知道那个前方，他好想知道解决问题的办法，他好想看到你们关系的那个所谓的希望，但是就是没有能够到达那里啊，没有能够到达那里。所以我觉得这个人，哎呀，我现在讲的就觉得他好凄惨呐，好凄惨。嗯，太阳牌，他很希望能够到达，或者是说找到能够使你开心，使你内心觉得愉悦的一些方法，或者是使你感觉到他是那个你生命中的那个小太阳的办法，但是他没有找到啊。想到你的时候，他还未曾找到，所以这张太阳牌的牌位是一个逆位，也就是说，他的那种想要去冲破的力量很强，想要去改变的力量很强啊，是这样子的。好，我们这两张牌先讲到这里，我们再来看看有没有其他的一些信息啊。就告诉我，选择到第一组牌的朋友啊，当他想起你的时候，他是怎样的心情？好，我们这里调出来了哦，几张牌好呢？OK，我们来看一看啊。第一个月亮牌，第二个是我们的节制牌。第三个是我们的愚人牌，天呐，好，这里啊，选择到第一组牌的朋友，这个你们心里想测的人，他对你的感情很，怎么说，很重、很沉、很浓、很强烈。因为我们这里现在出现的牌卡五张牌，全部是我们的大牌，所以他对你的那种情感啊，我觉得是非常非常认真的，而且有很多很多的情感。啊，非常的严肃，非常的认真，而且非常的感觉到你对他的影响很大啊，你对他的影响很大。好，我们来一张一张的讲吧。这个月亮牌啊，我感觉到是什么？就是说他其实把你啊放在了一个非常非常高的位置。我觉得他几乎是啊每天可以看着那个月亮啊，然后呢就想到了你。所以这个人当他想起你的时候，我觉得这里是晚上啊，夜晚居多，或者是说，每当夜晚当他抬头看到月亮的时候，他都会想起你，他都会思念你啊。月亮牌，他把你放在了一个非常高的位置，但是由于你们的这种不能相见，或者是由于关系的这种我刚才讲过的这种阻碍信息啊，无论是什么样子的阻碍，他都会觉得有一种很难受的感觉。嗯，因为他是看到你，他觉得他只要一闭眼就能想到你在他的脑海中，可是却不能够抓住你啊，就是这种落差感让他觉得很伤心、很难过，是说不出来的抑郁，是说不出来的内心的阻塞。但是呢，这个人同时又有非常强的，我们看到这个想要去冲破、想要去找到解决办法的这样子的一股心态，所以我们在这里也出现了节制牌 （Temperance）。节制牌，我听到的是他希望可以找到折中的办法，让你可以接受，让他也可以怎么说呢？接受吧，啊，就是两个人可以找到一个折中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这个人有非常强烈的想去解决、想要去改变的能量，节制牌。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愚人牌。这里我听到的信息是，他呀，就是这个你们心里想测的这个人，首先他非常的有耐心，通过节制牌可以感觉得到，同时他对这段感情关系很有韧性，就是我们的倒吊人。他希望啊，通过任何的方法，哪怕是让自己有点难受，哪怕是有点牺牲自己，他也想要去跟你尝试，想要去走向未来，想要去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The Fool 愚人牌，冒险，他有很强烈的冒险精神，想要去啊，跟你一起冒险，跟你一起去试着
走一段啊，是这样子的。好，那我们这里啊，你看我们这里给大家提前抽到的这个彗星风蓝，它的关键词呢是机会。这个地方的机会，我连接到的信息是，尽管你们的关系有阻碍，尽管也许你们现在走得不顺畅，但是这个人都是想要去创造奇迹，想要去从这种困境中摆脱困境，创造出无限可能的这样子的一股能量信息。那我们现在呢，就来看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当他想起你的时候，他的内心都有哪些对话，或者是哪些话，其实是他想跟你说的。啊，我们来看看这个。好，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内心话啊。当他想起你的时候，他都有哪些话想要对你说啊？好，我们来看一看。我们来看这样一个、两个、三个，来抽一个红的，第一个，哦，对，太爱你了，所以啊，我就说选得到第一组牌的朋友啊，这个人他非常的喜欢你，他内心的。想到你时，他的第一个情感就是太爱你了啊，太爱你了，太爱你了。好，第一个太爱你了。我们来看第二个，他想到你时，他的内心话是什么？诱惑，诱惑，那这里啊，有可能这个人之所以没有跟你们，比方说顺畅的走下去，是不是因为这个诱惑导致了两个关系出现了一个裂痕？然后这边你们所谓的，就是说不能够继续嘛，也许是你不能接受他啊，也许是你不想再接受他，不愿意原谅他，有可能是这个样子的哦。激情似火，我好热。这张牌卡，激情似火，我好热。我觉得他也是想要去，怎么说呢？是因为他很喜欢你，但是这个时候，当他想起你的时候，你不在他的身边。啊，就像这个月亮牌，你不在他的身边，所以他会有一种很想得到你、很想靠近你的感觉啊，因为他非常的喜欢你，宝贝乖听话 这个人他希望你可以听他的啊，或者是说你可以听他的话，原谅他，或者是听他的解释，不要就是说啊，可能想说你不要闹，或者是说你不要去怎么说呢，固执。不要去因为这些误会，或者是因为就是比方说这个，他觉得可能不是问题的问题，这些误会啊，去影响两个人关系的发展。因为在他的内心深处，你才是最重要的，你才是他最爱的那个人。怎么办？我们这次肯定完了。所以这个人真的是选得到第一组牌的朋友啊，我感觉到他犯错了。啊，他犯错了，对方犯了错误，这个错误是由于诱惑所导致，也许他没有抵制诱惑，或者是说你发现了他可能有一点点受到诱惑的妩媚，然后你就可能就不开心嘛，甚至有些朋友离开了他，啊，分手、断联，甚至有一些是离婚，啊，这种情况，但是他的内心深处，每当他想起你的时候，他就是太爱你了，啊，太爱你了。但是他得不到你，因为你们两个人是又近又远的距离。OK，那这里呢就是选择到第一组牌的朋友。我看到的啊，你心里想测的他，当他想起你时，他内心深处的情感以及他内心想对你说又没有说出口的心里话。那好，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哦，我们下期再见，拜拜。Hello，大家好。那欢迎选择到第二组牌的朋友，你们选择的呢是这个月见草啊，月见草，这里给出来的关键词呢是承诺。好，我们先把这个牌卡放一边。那今天呢，我给大家选用的塔罗牌啊，就是我们的缪斯塔罗牌。我们来看一下对方啊，你心里想测的这个人，当他想起你的时候，他是怎样的心情啊？我们来看这个问题。
你正要请你告诉我，选择到第二组牌的朋友，他们心里想测的这个人呢，当他想起你的时候，他们是怎样的一种心情？请你告诉我好吗？感恩宇宙。好，这里是声音六，这里是inspiration，我们的火元素激情骑士的逆位。好，我们先从这两张牌开始讲起。第一个声音六，我们把这个聚焦一下。这个人呢，他会有一种危险的感觉，危险的感觉，觉得自己呢，或者是说他看到了一些东西他希望自己。就是说，到达另外一个地方这个人他是有一点点看到了另外的方向我听到的信息是这样子的，这个宝剑六，这个声音六对应的是我们传统塔罗牌里的宝剑六。这个人他是一个非常冷静的人，他做事情，他思考问题，他都会比较的问逻辑问逻辑，听逻辑听逻辑。他会看哪个才是最好的，哪条线路可以到达所谓他心中的目的地，他心中的目标。而且我听到是，当他想起你的时候当他想起你的时候，他的心中会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很明确很明确、很清晰的感觉，不是那种好像。不清楚或者是后悔呀，这种我感觉到他的内心其实是非常明了的明朗明了的。第二个，我们是火元素的骑士我们 inspiration 这个地方我感觉到的是什么？他想起你的时候他其实有两股信息在这里，第一个信息。我感觉到他想起你的时候他内心知道现在不是行动的时刻，现在不是出击的时刻，现在不是好的时机。第二个，当他想起你的时候，他觉得你们的关系不可以太快，不可以太冲，不可以莽撞，自己不可以因为所谓的冲动而去贸然的行动，不可以冒冒失失。所以这个人呢，总体的能量信息加上我们的这个宝剑六在一起我觉得他是一个很谨慎的人，对你们的这段感情关系因为他有一个这样谨慎的态度，所以呢，我也能够感觉得到他其实是有点认真的他想的很多。我不知道这边选择到第二组牌的朋友，你们对你们心里想测的这个人，你们是怎么去理解他这个人的但是我这里看到的是他非常的谨慎。尽管他的内心深处有很多的激情，尽管他内心深处有很多的激情，呵呵，但是呢，这个人他其实呢不会是那种，怎么说，太快的人，他应该是展现出更多的是理智的一面，他的火元素，他的内心的那种，所谓的兴奋激情快速这些能量信息，他是比较压抑的。他把这些能量会往下压，不让这些能量所谓的去，把自己给笼罩他会是一个理智的感觉。好，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人想起你时，他是怎样的，或者是如何的心情？我们来看一看宇宙告诉我，选择到第二组牌的朋友好，这张牌好像没有飞出来，我们看看是什么。权杖侍者也是我们的 inspiration 激情。这里是一个侍者的能量信息，也是一个逆位。那跟我们的这个所谓的 inspiration 骑士能量信息是比较吻合的这个 page of inspiration 的逆位我觉得是他呢对你的感情很深，他很多时候我觉得这个人他是压抑自己的情感。压抑自己内心的那种，你看五颜六色的光芒。当他想起你的时候，他整个人、整个世界都被点亮。
他觉得自己有好喜欢你，自己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对你有感觉啊。他觉得碰到你以后，自己瞬间就是那种被你点燃、被你点亮的感觉。而且呀，我觉得当他看到你的时候，他的内心很开心啊，非常的开心。而且他会有很多很多的想法、很多的灵感。如果这个人是我们所谓做艺术工作，或者是从事艺术啊、文艺方面的工作，这个人会因为你，他会有很多的点子、很多的创意都出来了，都是因为你。但是这个让逆位啊，我感觉到的是，他对你啊，因为他对你有这么多的情感、这么多的情绪，所以他不能够用他平常的那种思维去理解、判断、行动，因为他把他整个火元素都压下来了，他展现出来的是一个我们所谓的宝剑的元素，他希望能够，我感觉到啊，他是想到你的时候，他想知道你更多，对。这个我们所谓声音的六元素啊，他想知道你更多，他想了解你更多，在他采取行动的时候，他想知道你更多的情况，所以他才能够，我们说的那种，有的放矢啊，投其所好，好不好？好，我们再来看啊，对方想起你时是怎样的心情？那在这里我加一句啊，虽然你们选择的是月见草，但是呢，从我们的牌面来看。当他想起你的时候，不一定都是在晚上。这个人有的时候会在工作或者是做创作的时候也会想到你。当他想到你啊，先想到你，然后再有很多创意和创造的点子，是这样子的。所以你激发了他啊，你激发他。好，我们再来看，对方想到你的时候，他是怎样的一种心情？哦，我们这里牌有点多啊，我们就来选最上面开的两张牌好了。这里我们选第一个 The View，这里就选我们的情绪的五啊。我们来选这两张翻开的牌卡。当他想起你时是怎样的一种心情？这个地方啊。能量上就会有一点不一样了，因为我们这里是大众占卜啊，我把这个情况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人啊，我们从情绪五开始讲好了。第一股能量信息啊，这个人他是跟前任分手啊，他跟前面那个人分手，他其实是处在一种很伤心的感觉。那么你在他的世界当中，他觉得是。重新点燃，重新点亮，就像我们刚才讲的这两张牌卡，他压抑自己内心的情绪跟冲动，是因为自己之前的感情有受过一些伤，他不想再一次的被所谓的把自己放在一个冰寒地冻的一个冬天里独自一人，他之前失去过，所以他懂得珍惜，他之前失去过，所以他懂得谨慎。我们的声音六。你是他身后的那两个圣杯，你是他心中觉得那个希望、那个救命的稻草。他因为太想抓住你，因为他太希望你是那个对的、能够满足内心的情感的那个圣杯里的水，所以他谨慎，所以他小心。他内心期待的是你是那个能够让他全世界重新转动起来。你是那个能够让他觉得世界可以完整的那个另一半。我们这里是两张牌一起讲的啊，我们的情绪五和命运之轮。第二种情况，这个人跟你们在一起啊，你们之前经历了一些大起大落啊，这是第二种情况。我们这里是大众占卜啊，大家去对应。这个人当他想起你的时候，因为你们之前的吵架、冷战。断联或者是一些事情上的意见的分歧，他觉得这一次不可以冲动，不可以让自己的情绪失控，他要冷静，要好好的跟你交流，声音啊，好好的跟你交流，好好的跟你说，说清楚，弄清楚问题的所在。这个情绪五，他想要表达的是，当他想起你的时候，他希望你们不要再有那种。痛心、难过、失望的情绪，
他希望你们两个人可以有更多的彼此珍惜、彼此真爱的能量信息，能够相互的体谅、相互的照顾彼此，多一点爱，少一点恨。他希望，当他想起你的时候，他希望命运之轮可以为他转起，让你们两个人的关系可以和谐的、顺畅的、快速的往前发展，不要为之前的那些不好的经历、不好的回忆、不好的事件而阻碍了你们两个人的向前推进的方向和速度。好，那么。这里选择到第二组牌的朋友，你们所选择的这个，我们所谓的这个能量牌吧，它写的是承诺。这个人呢，他是一个很负责任的人啊，我感觉到他会把责任、义务，还有这个最终的目标、之前的许诺看得很重。他会在心里觉得两个人的感情必须是说到做到，必须是能够共同的去携手。共同的去努力，才能够到达共同想要的那个未来。两个人在一起呢，他希望可以互相的扶持、互相的帮助、互相的理解。所以在这里，他也希望可以了解你更多，他也希望通过改变自己，通过能够做一个能量上的调整，来更加的和你啊，就是在这个我们所谓的融洽关系上，更加的融洽。更加的能够和谐，这个人有很多的疗愈的能量。月见草啊，月见草我们知道是一个很有健康保健价值的一种植物，所以我觉得这个人其实是一个很关心你的人。当他想起你的时候啊，他会有很多的分析，很多的我们所谓的 self reflection，就是反省自己。比方说，我哪里做得好，我哪里做得不够好，我哪里可以改进。啊，你的问题是什么？你的好，你的优点是哪些？怎样才能够通过我们两个人共同的努力、共同的改变，去让我们的关系更加好？是这样子一股能量信息，其实很成熟啊，这个人感觉他挺成熟的。好，那我们现在呢，就来抽取一下啊，通过我们的这个小字卡啊。我们来抽取一下，当他想起你的时候啊，他内心深处是怎样的一个情感？有哪些小对话，或者是说呢，有哪些小话是想跟你说，但是呢又没有说出口的一些话？我们来看看这个，这里选两个。好，这样子。哎，还有一个这个橘色的，我们选这个吧。我们来看一下哦，第一个这个绿色的。终于结束了啊！终于结束了。这里我听到两个信息，一个是呢，可能你们刚刚和好啊，终于可以不再吵架，不再去冷战，刚刚和好，刚刚两个人想，你看这个命运之轮，刚刚想重新往新方向转动。第二个，这个人终于在心里离开了他的前任，离开了这个让他痛心的、让他难过的情感。第二个，蓝色的。不是我的错啊，不是我的错。也许这个人在内心深处，他觉得自己之所以没有得到一份他喜欢的，或者是他觉得是属于自己的感情，是因为之前的一些东西。那这个人他疗愈了自己，承认了不是他自己的错，一切都只是我们所谓的一个 lesson，一个教训。那么接下来就是在一个原谅自己的。疗愈好的状态下，跟你继续发展。再来这个橘色的，让我帮你啊，让我帮你。这个人啊，我感觉到，因为他有过一些经历，对感情比较成熟的一个态度哦，和这个很有思想的感觉，所以这个地方，我觉得他想帮你，也是要帮他自己。让两个人知道如何的相处，如何的做交流，如何的才能够和谐的走到一起。再来这个黄色的，我撤了，我觉得我们不合适。那这个地方啊，我听到的信息是，当这个我们所谓的情绪五出现的时候。
这个我撤了，有可能是对他之前的一个前任啊，我跟你讲过，他有离开前任的这样的能量信息，还有疗愈好自己的能量信息。我撤了，我觉得我们不合适。他觉得跟之前的那个人确实不是他的错，确实是因为不合适，所以他这一次不仅仅是形式上的离开，也是能量上的离开。再来。你准备好了吗？啊，你准备好了吗？他问你啊，他问你，他已经离开了之前的一段感情，他已经彻彻底底的和之前的那种消极的不好的感情做了了断，做了了结。他已经疗愈好了自己。他想问你的是，你准备好了吗？是否这一次要认真的走到一起？这一次让命运之轮为你们而开启而转动呢？好，我们先看绿的，感觉这个人可以发展，那也就是说，他觉得你可以啊，你是那个他觉得可以发展的人。最后再来看这个，跟你说清楚。所以呢，我们这里是以宝剑六开始的啊，宝剑六也就是我们的宝剑元素嘛，对。宝剑六开始，他有这种想要去跟你交流，跟你去弄清楚，要有清晰度的感觉。所以这个人，他的整个的能量信息就是觉得自己准备好，觉得自己可以去承载一份负责任的、认真的一段感情关系。但他想知道的是，你是否愿意跟他一起？你是否愿意跟他一起去携手来我们所谓的管理好？经营好这一份爱情，这里是承诺。他现在想知道的是，你是否跟他一样，也对这段感情关系有承诺？好了，那这里呢，就是选择到第二组牌的朋友啊，我帮你看到的是，对方想起你时，他的感觉、他的感情，以及他想对你说的心里话。那我们今天呢，就先讲到这里哦。我们下期再见，拜拜。Hello， 大家好，那欢迎选择到第三组牌的朋友。你们呢？选择的这张牌卡是波特九木兰，这里给出的关键词是 compassion 同情。好，我先把这张牌卡放在一边。今天呢，为大家选用的塔罗牌是这个缪斯塔罗牌。我们会用这一组塔罗牌来具体看你心里想测的这个人，当他想起你时是怎样的心情啊？好，宇宙，请你告诉我啊，选择到第三组牌的朋友啊，他们心里想测的这个人，当他想起你的时候，他是怎样的心情？请你告诉我好吗？感恩宇宙。第一张牌啊，是我们的情感啊，情绪的一个逝者能量。好，再来。好，这里啊。第二张牌呢，是我们的声音元素七啊，声音元素七。这个地方啊，我听到信息，第一个情绪逝者啊，情绪逝者，当他想起你的时候啊，他的能量是比较轻松的啊，比较轻松，他会觉得自己对你有感情，但是这种感情呢，不是那种很浓的感觉，轻松的。这里第一种可能性啊，你们心里想测的这个人跟你们结识或者认识的程度啊，就是说刚刚结识不是那么久，然后呢了解的还不是那么的深，
第二种啊，我感觉到这个人的能量有点什么呢？一个是刚刚开始，再一个呢是抽离啊，一个是刚刚开始，一个是抽离。有可能这边啊选择到第三组牌的朋友，你们跟你心里想测的这个人，也许你们正在处于一种要分开，或者是感情慢慢淡下，或者觉得不合适，大家都想离开了，选择新的方向。所以是这样两边啊，我们说感情，一个是刚开始，一个是中间，然后是最后。所以这边选择到第三组牌的朋友，要么是刚刚开始啊，认识的不是很深，要么是已经要慢慢的往结束方向去发展，就是这样两边的啊，两边的情况一头一尾。第二个呢是 deception 的牌啊，我们的声音元素七，如果是刚刚开始，这个人啊，他觉得他看不懂你，他看不透你。当他想起你时候的感觉是，他觉得你是一个很有神秘感的人，他觉得你有故事，但是他还不清楚你的故事是什么啊，你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但他知道的是，你一定是一个有故事的人，一定是一个有深度、有趣的人。他对你有兴趣，他想知道你到底是那个我们看到的这个人啊，阳光的啊，这个我们所谓的阳光的女神，还是这个我们所谓有点阴暗的这种，有一点点深度的、有点灰色的那个女王。如果对应我们男性的信息呢，就是说，要么你是一个，比方说有故事的、受过情伤的一个人，或者是你是一个那种很有。怎么说呢？很有坚强毅力，然后呢，非常的阳光的一个人啊，遇到挫折也不怕，就是这种两面性。他想了解你更多，到底是个好人还是个坏人啊？是这样子的，那如果呢是处在感情尾端的一些朋友啊，这里我感觉到，当他想起你时，他对你的感情是，他觉得你可能有些事情欺骗了他。啊，有些事情呢，怎么说？也许你的这种没有跟他说实话的能量吧，他也能够理解你，某种程度上，他会觉得，怎么说呢？就觉得你也很可怜，或者是觉得你们两个人很可怜，受到命运的捉弄，不能够真实的，以真实的一个情感去面对彼此。那往下挖呢，就是说。你没有完全的相信他，他也觉得很，怎么说呢？很失望也好吧，或者是有点伤心难过也罢啊。他觉得你们两个人的信任没有做到位，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当事情来的时候，两个人不能够挺过这一关，不能够挺过所谓情感中的试炼。啊，没有挺过来，所以导致两个人慢慢的在疏远，导致两个人慢慢的感情在淡下去。好，我们再来看。宇宙告诉我，当对方想起你的时候，他是怎样的一种心情啊？怎样的一种心情？好，我们取第一张。声音元素十，那这里呢，我从第二种情况开始讲起。如果是感情处在一个收尾阶段的，或者是末尾阶段的朋友啊，当他想起你的时候，他的感情是，他觉得有很多话已经不必再说了，有很多的问题也不必再问了，因为既然你已经做好了决定，我的一切解释都将是徒劳。这一些无言的、没有表达的、没有声音的这种沉默和这种所谓的空无啊，对他来说是一把锋刃的利剑，插在他的全身，贯穿他的全身，无比的痛苦。但是他认了，啊，他认了。如果是感情处在刚刚开始啊，我们所谓开头的这样子一个状态。我感觉这个人啊，当他想起你的时候，他觉得有些问题不能问啊，现在是时机未到，有些话不能说，因为还没有
到达一个可以真正全部全盘托出的时刻，他需要有耐心，他需要等，他需要去看到未来，看到以后，不让自己目光那么短浅啊，要克制自己，克制自己的情绪啊，我们这个情绪的逝者，要看得远啊，站得高看得远，既然想要到那个目的地，那个目的地在远方，那么就要坚持那个才是他想要去的位置，那个才是他想要跟你一起到达的地点，所以他要怎么说呢，克制自己啊，整个就是克制自己啊，不要说错话，不要说太多的话，免得犯错。嗯，但是呢，毫无疑问啊，这个人对你有很多的疑问啊。选择到第一组牌的朋友，你是非常强烈的勾起了他的那种好奇心啊。好，我们再来看这里出来的是 inspiration 啊，这个 knight 我们的全骑士啊，火元素的骑士。那这个人的感觉是什么？如果说大家是跟他还在刚刚认识的阶段，当他想起你的时候，他有很多的冲动，他其实特别想到达你的面前，冲到你的面前，或者拿起电话就跟你讲话啊。我们这里有很多的声音的元素在这里，他想跟你聊天，他想问你很多的问题，他希望了解你更多，他想知道你在干什么，你在想什么，你想去哪里？好，是这样子的。那如果呢，你跟就是这个人是处在感情的一个结尾啊，就是慢慢往后走的一个阶段啊，我感觉到这个人呢，他的内心是有矛盾的情绪，一边呢是不用再问了，不用再说了，但是他又觉得如果有机会，他真想冲到你的面前，真想打起电话就跟你问，跟你说清楚啊，告诉你到底怎么回事，甚至是告诉你他对内心对你真实的感情跟想法。好，再来，我们再看最后一张牌啊，最后一张牌，这个人想起你的时候，他是怎样的一种心情啊？怎样的一种心情？声音元素八，当他想起你时是怎样的一种心情？我们看这边啊，我们是一个非常漂亮的颜色，红色、蓝色开始，又一个黑色结束啊，非常有意思。这个人当他想起你的时候啊，内心是经历了一场这种啊大起大落的感觉啊，大起大落。最后的这一张牌，我感觉到啊，他觉得自己是在独自一人，在黑暗当中。当他想起你的时候，很多时候他是处于一个人的状态，在夜晚，或者是当他孤单的时候，当他寂寞的时候，当他难受的时候，他特别特别容易想到你。如果是处在感情慢慢要即将结束的一些朋友啊，当他想起你的时候，他觉得自己被你关在了小黑屋里啊，被你关了起来，因为你不再给他机会，不再给他机会去表达，不再给他机会去解释，不再给他机会对你，就是说告诉你他的激情，或者是表达出他对你的感情和激情。他觉得没有机会，一切都被束缚住，被这种我们所谓的被切割，那个人就是分了很多块，这是一个人啊，是一个圆润的感觉，但这里有很多的条纹，这种被分割的感觉，自己是一种被分裂的情感。但是呢，无疑的是，尽管在这样一个黑暗的地方哦，他的所有的心，他的眼睛，他的思想，想看到的是冲破这些黑暗，能够找到那个答案，找到那个解释，找到那个说法，他需要 reason。他需要道理，他需要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Compassion 啊，大家抽到这张牌卡，同情。
我觉得他有一定程度上呢，是想要你去给他一些同情，他想要你去，怎么说呢，给他一些机会吧，或者是说，对，就是这样子的一股能量信息。那如果是跟这个人还处在刚刚开始的一个阶段的朋友啊，我觉得这个人当他想起你的时候，他其实非常想知道，了解你，接近你，能够走近你的方法啊，他是这种想去寻找出路的这样一种感觉。当他想起你的时候，他有太多的疑惑，太多的疑问，太多的问题哦。他希望自己可以找到这些解答他的问题、解答他的这些迷思的方法。他很想你给他一个我们所谓的那个问答题啊，就有一个解嘛，就是答案嘛。他想知道这个答案，他想要你给他这个解决答案的办法。他希望你能够给他一条出路啊。好。所以这个人呢？跟你的距离啊，选择到第三组牌的朋友，这个人我感觉跟你的距离啊是那种又近又远，思想上啊其实总是停留在你这里，但是呢你不一定能够发现，你也不一定能够知道，当他表现出来给你看到的都是这个轻松的能量，我们这个情感啊是一个 page 啊最轻松的一个活泼开朗的一个感觉，他不会让你知道他内心太多的思想上的东西，整个感觉就是有一种戴着面具的情感，戴着面具的样子啊。我觉得这个人啊，选择到第三组牌的朋友，无论你跟他是处在刚刚开始，还是说感情到了一个可能你觉得要结尾结束的一个状态哦，这个人都是有两面性的啊，有两面性。他对你也有很多的迷惑，很多的迷思。这里啊，我觉得你们的整体能量信息啊，这个 compassion 啊，十里飘香的木兰就像是十里飘来的思念。你们是跟这个人呢，就是相互思念，总是在想他，他总是在想你。可你们的交流和你们的感情呢，就是不愿意去表达出来，不愿意去让对方知道，让对方了解，其实你们对他是很有感情。或者是说，让对方给你一个机会，让你知道他对你的感情到底有多少。现在我们来看啊，现在我们来看这个人，当他想起你的时候，内心的心里话啊，我们来用这个小字卡，我们来看看对方想到你的时候，有哪些心里话是想对你说，但是又没有说出口的呢？我们来看一看。第一个，我们从绿色开始啊，看看这个是什么？焦躁不安。你看这个对应我们这个声音元素八，焦躁不安，奋不顾身。哎呀，奋不顾身哈，这个是我们的权杖骑士啊，奋不顾身，怦然心动。哎呀，这个人他是。哎呀，这个人他，我觉得他真的是对你是有感情的，但是你们这里啊，有太多的误会或者是太多的面具啊。哎，这个是什么？让我冷静的换位思考一阵子。这个人还是冷静的啊，你看我们这里出现了很多的宝剑元素，他是冷静的，尽管内心有很多的感情，尽管思想上有很多的疑问啊，但他总体的能量信息还是冷静的。必须清高，必须清高。这个清高是你还是他？必须清高，当机立断。所以这个人呢，他怎么说呢？我觉得他现在吧，当他想起你的时候，是你们没有见面的时刻。对，当他想起你的时候，你们没有见面。当他想起你的时刻，他总是在想想办法啊。想这个策略，想方法，但是呢，当你们真的有机会见面，真的有机会去聊天、对话的时候，他会当机立断的、奋不顾身的去找到答案，因为他已怦然心动啊，因为他已经怦然心动。好，这里 compassion 同情，大家觉得这里是给他同情，还是他需要给你同情？
这里就是选择到第三组牌的朋友啊，今天我帮你们看到的对方想起你时他的心情。那我们今天呢就先讲到这里哦，祝你们好运，我们下期再见，拜拜。